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心是真大呀，还在这儿看《欢乐欢美丽》呢。哎呀，今天是双十一啊！你们家媳妇儿没在家疯狂抢购啊？没开启剁手模式啊？不赶紧回家管管去？我太聪明了，我跟王小倩商量好了，头12点把我们家电闸拉了，我让他没有网，我让他购不成。王小倩，王小倩，你搁哪儿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干啥？你吓我一跳啊！我不让你拉我们家电闸吗？你跑这儿来干啥来了？我拉完了。你是不是瞎？啊？那咋灯还开着呢？我拉完了。啊？你家不是第二个电闸吗？第二个是你家，第一个是我家。我拉的是俺家的啊！妈呀！我爷在家还看动画片的，赶紧去。哎，老公，哎，刚才滋溜滋溜的是王小倩吧？是王小倩来找小美丽呢。哎呀妈呀，还找小美丽，要我说这孩子就傻缺心眼儿，不会来事儿的玩意儿。今儿啥日子？双十一，还来找小美丽。我要是他，我早把小美丽的购物车给清空了。是。老公，哎，把银行卡给我，我绑定一下。行。要有钱的卡还是没钱的卡？废话，当然是有钱的卡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停电？为什么停电？太好了。好什么好？停电了，咱回去睡觉了。睡什么觉？今儿什么日子睡觉？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呢？二姑父，二姑父，拉完了，拉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拉完了啊？那个王小倩刚才拉肚子，刚才到咱家来就是要一片药，我给她了，是不是止住了？好了，好了。王小倩啊，俺家停电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不，全市都停电。对。你当我傻吗？对面咋没停了？对面楼建长，我不知道搁哪儿啊。去，少说话。没事，我给物业打个电话。对，老公你快点打，你问问啊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好嘞。怎么停电了呢？祈祷一下。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吧。妈呀，来电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老天有眼。继续继续。哎呀，你虎啊，你这时候推什么电闸？我都没出屋。谁推的？我哪知道啊。 我推的。我爸爸。爸，你几点来了呢？我那什么，在你家来的路上嘛，完了我看你家电闸下边有个贼眉鼠眼的人在那溜来溜去，完了我估计这电闸他拉的，我也没管这事儿，完我就给推上了。啊，我说我们家今儿停电这么奇怪呢，谁呀这么讨厌？是谁这么缺德？谁这么缺德让我知道，我一脚踢死他，踢死他。我想一脚踢死你。你别在这装，我刚才看那背影，那就是你，是不是你？不是不是？那个王小倩儿，拉你家电闸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拉的，是二姑让我拉的。爸，听见了吗？是钱正峰拉的。钱正峰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刚才啊，我们家灯泡坏了啊，我换灯泡怕电着，所以说让王小倩把那个电闸拉来。哦，换灯泡。爸，别听下去了啊。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别再跟我玩什么拉电闸的事儿，一会儿要再停电我踢死你们。二林啊，我踢死你们的，你们里包括我吗？哪敢有您呢。谢谢啊。别客气爸爸。水果给二米洗一下，然后给他吃啊。我得赶紧走了。不是爸，刚来咋走呢？我得去你黄小娟阿姨家一趟啊。哦，行，你忙的话就别回来了啊。捣乱吗？你不是二姑父，哎，拉电闸失败了，接下来咋办呢？有了，哎，这个抢购的时候，这个4G 是不是不如 WiFi？ 对呀。WiFi 的话，是不是得有猫？对呀。如果没有猫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网络了？二姑父，你的脑袋呀比我聪明多了。王小倩，你就没脑子啊？拆，对对，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就让他抢购不成，我给他拆了，藏起来，快！
上这，上这，上这。好嘞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怎么网还上不去了呢？这怎么给人家抢啊？不知道呢。那个，你过一点之后你再试试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啊，我。俺家猫呢？啊？呀，坏了！俺家猫被盗了。手机的二 G 我怎么跟人家抢啊？是猫呢？被盗了。哎，你别跟我俩装，是不是你怕我上网买东西，你把猫肉藏起来了？媳妇儿啊，我对天发誓，天打五雷轰。王小倩儿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二五峰，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呀？不是你，不是你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俩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俩在这掰扯了啊！你等我找着猫的，你看我咋收拾你俩。别怕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忘了个事儿啊！我答应你黄姨，给他拿几本杂志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完了看会儿书就睡着了。赶紧拿吧。啊，行。哎呀，你这一趟一趟。二米啊！啊，你找啥玩意儿呢？我找猫呢。你们家什么时候养猫了？养猫啊？啥是猫啊？猫就啥样的？就是那个白色的，完了上面都是窟窿眼儿，一闪一闪，四个耳朵那个。白色的有窟窿眼儿，一闪一闪，四个耳朵的，这是啥猫啊？哎呀，爸，这你咋还不知道呢？以前俩耳朵，后来出三个耳朵的。俺家里比较高级，四个耳朵的吗？能穿墙。猫还能穿墙？哎呀，不是，神通广大这猫。别听他的，你就路由器。什么？路由器？谁叫路由器？给我站出来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不是，啊，没人叫路由器，上网用的，发射信号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名路由器。小名叫猫，啊，是吧？啊，完了还有个，挺洋气的名叫 WiFi，啊，对不对？就这玩意儿。是，别以为我岁数大人不懂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赶紧找杂志，你快点吧。我赶紧找，哎，这。二米啊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妈，妈，爸爸，这是我们家的猫。这就叫猫啊？啊，它为啥不叫狗呢？我哪知道？哎呀，这钱顺风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真不是我干的。我跟你说，天打五雷轰！王小倩，你给我藏的挺深、挺深、挺深的呀！二胡让我藏的，哈！我告诉你，你俩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我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啊！你等我抢完东西的，你看我咋收拾你俩！我手机呢？我手机。钱正发，王倩，别赖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天打五雷轰，天打五雷轰。爸爸，不可能是你。来，把手机给我来。我手机里没钱。拿来，拿来，拿来。啊，我就不信我找不着我手机啊。行。哎，别吵吵，我来电话了。喂喂，谁呀？二米粒儿，有事吗？有事儿。啥事儿？手机啥时候还我？我看看啊，我撂了电话就还你啊。爸爸，别打五雷轰，你不打俩。钱志峰，哎。你跟我说，哎，二米手机是不是你偷偷放我兜里的？我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放你兜里，他不敢踢你。有道理啊！哎呀，有道理。爸爸，你看你儿子多坏呀！一会儿拉电闸，一会儿藏包，一会儿又藏我手机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上网买东西的。陈志峰，哎，你站了，哎，你站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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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劈叉啊，爸呀，站。一个女人上网买点东西怎么了？啊？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拉电闸，一会儿藏手机，还有藏猫的，什么意思？爸爸，爸呀，今天是双十一，每年的今天，
你儿媳妇就要开启剁手模式，疯狂购物啊！就拿去年来说吧，双十一那天，她买了40个炒锅，25个拖把，根本就用不了啊，新的就给扔了。爸呀，咱现在日子是好了，但咱不能浪费呀。所以说，我就想今天这个双十一，我把闸给他拉了，我让他疯狂购不成。儿子，哎，老爸支持你。停吧，停吧，有必要那么煽情吗？二美啊，这没点音乐还真说不出来。说完了吗？暂时说完了。不是，看你仨的造型这么一致呢，啊，好像我犯了多大错误了似的。来来来，钱顺风，你看我手机，看我购物车里边我买啥了？肯定是都爆炸了。哎，今天咋就买了一部手机呢？我就买了一部手机啊。那也不能买啊，你都有两部手机了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就是啊。别说话。别说话。你起来。你看这手机好看不？好看。给您买的。啊？不是，爸有手机，怎么还给我买手机啊？爸，你那是老年机，而且用了那么多年了，啥功能也没有。你看这手机功能特别多，你平时在家一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担心你的话，可以给你发一个视频；你要想你大孙子的时候，也可以跟我们视频，多好啊！啊，好孩子，但手机太贵了，真不应该买。那听你的，不买是不行的。买，多孝顺的孩子、啊，这主意太好了。我想大孙子的时候，我用视频的方式，我看看我大孙子现在干啥呢，对不对？你记住啊，不是看你们俩，你我基本都看烦了，更别提看你，看你我基本都要吐了。你过来，去一边去。哎，儿子，哎，你这媳妇多好啊！啊，是多好，有这么好的儿媳妇，不得有这么好的儿子带吗？起来，拉倒吧！看你媳妇用你带呀，真是的。我错了，哎，媳妇儿，嗯，我为王小倩今天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哎，二姑父。道歉怎么还能把我刮上呢？啊，行了，我不在你家待了啊，我也抢购去。哎，对了，我什么都不抢，我就抢富红大豆油和富红矿泉水，我抢完了不给你们喝。孩子，那个什么，哎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媳妇儿是好媳妇儿，是不是？现在你得理性消费，对，用得上东西再买，没用的东西千万别买。知道了吧？行，天不早了，两口睡觉吧啊。啊，几点了？还有2分钟，12点。啊。我得赶紧去把你黄阿姨家那个闸拉了去。你大半夜拉人家闸干啥？她在家等抢购呢。妈呀！哎呀，爸，你够不着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呀，你俩别拉人家闸呀！